拿着200 AWM 用30秒钟的时间瞬间秒掉场上的40丧尸。这只走位有点好，左右摇摆还是被我甩狙拿下。观察一下，这边有个老六一狙就倒下了，他之前就是残血。时间差不多过去了15秒钟，也有个跑路仔，别跑别跑了，我的 AWM 已经锁定了，拿下三连击。有一个爬上来，这发是 B 中狙，回头滑铲拉开距离，再回头一发滑铲甩狙，拿下四连击。前面是个传送门，30秒钟的时间瞬间拿下四杀，而且还逃脱了。这要换别的作者，这么一发点赞破几万不说，过两天可能就开始收徒模式了。弄子一对收徒不感兴趣，只对这个点赞有点感兴趣，大家可以给我这期视频来个点赞吧，相信子一今天做梦都会被大家的赞笑醒。想学子一的瞬狙可以搜一下子一的瞬狙教学，之前很久就发过了，有什么教什么，绝对是童叟无欺。但瞬狙主要还是靠你多加练习，还有当时的手感。在空片环境持枪跑酷其实不是一个好选择，有时候跳不过去，滑铲过来有个狂爪，糟了，还好是机械变身。看来天意这局是选择站在了子一这边。同时这局的游戏性质已经是变了，并不是小丧尸抓我，而是我逮小丧尸啊。下个版本应该过一两周就更新了，到时候会出一个新的团境 MVP 动画，是一个 AWM 的，到时候肯定也还是团境币兑换，大家记得囤一波。这里怎么有个小丧尸原地不动了，挂机了，以为小霸王手机退游退的有点慢，就导致人在原地不动，趁他退游之前呢赶紧消掉加点分，没啥问题。